五行生克，五行之理有生有克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其相生相克，皆以气而不以志也。成志则不能生克矣。盖天地之谓，北寒南热，东温西凉。阳生于东，则温气成春；生于南，则热气成夏；阴降于西，则凉气成秋；降于北，则寒气成冬。春之温生夏之热，夏之热生秋之凉，秋之凉生冬之寒，冬之寒生春之温。土为四象之母，时生四象，与火生土者，以其济公在六月火令之后，六月失盛，失为土气也。其实水火交争，乃生湿气。六月之时，火在土上，水在土下，寒热相逼，是以湿动。湿者，水火之中气。土既位于西南，南热而西凉，故曰火生土，土生金也。相克者，致其太过也。木性发散，敛之以金气，则木不过散；火性生炎，服之以水气，则火不过炎；土性如湿，疏之以木气，则土不过湿；金性收敛，温之以火气，则金不过收；水性降润，甚之以土气，则水不过润。解气化自然之妙也。